媳妇儿，咋今天互换一下身份呢？咋换啊？他们都说一直你对我好，今天我也来一下子对你这样好，但是我这个差了，走，帅哥，那个这边一个色，给我来一件，行吗？走，看鞋，你家所有样式的鞋。一样一说，试一码，我媳妇脚大啊！明白。这菜单不用看，那个你们家那个最贵的还有招牌菜都给我上来去。媳妇，花钱真爽，相当气派了这地方。只可惜是借花献佛。手机给我。啊？干啥呀？用这个给我买个礼物吧。这不还你掏钱吗？这是粉丝福利，做账号有一段时间了，也收到了很多粉丝对我们的祝福和鼓励。那为啥还给我呀一份啊？你难道不是我粉丝吗？那当然是了，我是你粉头。这还差不多。粉头了，该说了。好嘞。互换的感觉怎么样？太有成就感，太爽了，媳妇，我一定要努力，争取以后给你最好的。老公。我希望你做任何事都是为了你自己快乐，我什么都不需要，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了。今天啊，我也不跟你炫耀，宝贝儿，怎么的？让你看看我私藏的宝贝儿啊！来，你先把腿收了，贱卖！来看吧，来，行吗？性感行不行吗？淫欲天花板，还有吗？我的是，老公。哎呦，大嫂，大嫂坐。Hello， 我去给你点菜去啊。什么事儿？坐，媳妇儿，坐。他好吓人呐。什么呀？老公，我把葱花香菜给你挑出来了。是你真好。那我带你吃大公鸡啊。啊，老哥。啊，媳妇儿味就鲜。多吃点这个。大嫂是真好，真好啊。老公，吃下。哎。哎呀，他们能头皮都麻了。老公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兄弟，嗯，大嫂真好，干嘛这？羡慕了。我跟你讲啊，什么七个八个纯心小姐猫有啥用啊？还得是最贴心，对不？这啥是贴心？我都。你好，先生，在咱家赠送的啊。要你这破玩意儿，你过来了啊，把账给我结了。你刚才那个女士，你给你结完了。怎么了，大嫂？你这不是打我脸吗？啪啪的，怎么的呀？你大老远回来，当然不能让你花钱了。当然是我们来。对，我媳妇说的对。你要想请下回，行吧，咱走啊，媳妇。老公，你俩先坐着，我去开车，外面冷。哎，你这好媳妇搁哪整的呀？哎呦，这一天我真羡慕你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也能找到好的，但前提你得好好处啊，对不，媳妇？对，笑笑他。人们都是情感动物，真心换真心才是最踏实的，永远都可以遇到更好的，但是当下才是最好的，才是最值得的，对吧，老公？对吧，老爹。兄弟们，俺家好像进贼了。哎，漂亮啊，干啥？谁呀你啊？你干啥的？你谁？偷啥的？拿啥的？放回去！快点！我当没看见啊！赶紧出去！走！谁呀？快点！谁喊捉贼是吧？哎！老实点，我马上我就报警。入室盗窃，你还内伤人？你是不是打我了？刚才还打我？我跳你吗？你再骂我一句！再骂我一句！救命啊！来，别喊！越喊我越兴奋！快报警！有小偷！那干啥呢？媳妇儿。手套，还让我当场擒获我，那是我闺蜜。这事儿整的，说道歉，对不起，是不是有点敷衍？那也得说对不起。买那摸一只蓝本。别啊，我可收不起。糖儿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找的啥呀？好赖不分呢。哎，诚挚的向您道歉。懒得理你。还敢啊！哎，大大方方为自己的心都买单。再说了，永远劝，永远都没有错。我才20多岁，为什么不敢？你呀，还是一个只要一点爱就可以被骗走的小女孩。我那不是，我那……媳妇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嗯。那个，你之前遇到那么多的那个啥，你不应该像个刺猬一样，怎么还敢轻易把小肚皮露给我呢？
嗯，我们不能因为遇人不淑就不再真诚，该遗憾的该害怕的也不会是我，爱没有技巧，真诚才是必杀技。